明明是小白脸，什么白马王子啊？我实在受不了！啊！我撞死人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没事吧？算了，好人做到底吧。男人婆，你你在乱说什么啊？我跟你耶，我们怎么可能啊？我遇到这种疯婆子啊。来吧。啊！性感一点的，性感一点的，再来再来，哎，你干嘛啦？我要走了。可以请你坐一下吗？我话想跟你说。我觉得我这样跟你单独见面很奇怪，我还是走了。喂，我这样那么糟吗？到底知不知道？我现在满脑都是你。我不理。请你砸窗、砸门、换玻璃。就算我跟你说，男人婆买了验孕棒，你也无动于衷。哎，如果你真的不舒服。这样爬山很危险哎！我再说一次，不要碰我，我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。结果怎么样？依照这个报告来写。等一下，不管这小孩是不是我的，我都想陪你走过这个难关。你女朋友并没有怀孕啊。啊！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可以。右手伸进对方右边的衣领，滑下去到最底，握拳。左手从右手下面进去。你一定要一直盯着我看吗？不然我要看哪里啊？就顺势往你的右边靠。哎，你化妆吗？男生化什么妆啊？你吃不下啊？我是看你好像吃不够。I promise you forever.